喂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你见到我原本啊12万咧，因为我货咗金啦又，咁啊点解咧？因为今次有双倍啦，你见我货咗个系6400呢个啦，即系64800，咁啊双倍就即系129600啦，咁呢度就系收12万。咁你留意呢、這个1200几同埋5000咧，手机货唔到啦。咁你亦见到佢呢个系冇双倍优惠啦。咁呢个因为我货咗，所以冇咗啦。咁啊，其他就有双倍嘅。咁啊。系啊，火火啦，系顺有佢啦。佢今次咧主要系想抽呢个司马徽，系啊司马 Frick。嗱咁，但我又唔系好明啦，因为佢嗰个活动上咧，你见到佢有一个保底咧，所谓1500个足。咁但系我发觉我放咗，即系我买咗一包嘅，之前就有800元保。咁买完之后咧，但我发觉佢又唔会有红烛嘅。咁啊红烛暂时我只可以喺呢啲即系每日送嘅开到一个咁样，但系。咁點樣先貨呢？唔知我哋而家試下買先。咁啊，佢呢個禮包就係800蚊呢個啦。咁啊，今次唔使鎖匙啦，直接開。好啦，咁但係買之前咧，我哋買月卡先，因為好耐冇買啦。咁因為月卡佢會送翻3000，其實係冇蝕嘅，放心。咁啊，攞翻3000啦，其實就冇蝕嘅。咁啊，即刻開波啦，睇下今次可以貨到幾多。咁我哋10個10個咁買呢，為咗唔嘥大家時間，等陣先。咦，開有底價券。好啦，咁一次过你10包10包咁嚟啦，开冇？呢、這个除咗佢本人之外，其实其他所有嘢咧都唔系一件好事。哇，咁啊，但系通常点解你见我公分啲公分咁多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我成日货金开呢啲包咧，咁啊成扎公分咯。唉，有冇用呢？公分就都有嘅，因为我差10个就即系差9个5阶又可以换到嗰只嘢，哇！但系呢个就真系，嗱你见系冇红烛噶，大佬，咁佢啲红烛，佢啲红烛系点样派嘅？我真系唔明，系咯，咁佢啲红烛系点样系放边个包啊？佢唔系咁低能，要你买嗰、那个即系呢一个另外呢个咩教诲笔卷呢？佢开皮肤啊，大佬啊，冇理由要你买皮肤咁低能啊，因为呢个系呢一个系可以直接开到嗰个司马徽出嚟。咁即系其实简单啲嚟讲冇保底咯，系嘛？即系简单啲嚟讲，如果我咁样开呢，我系冇保底。又系呢、這个，应该好难开，因为呢个司马徽嘅强度系属于即系嗰个咩啊？死啊！之前有个咩祈福咧，系要500先换到嘅，咁所以应该好难。哇，真系！但系送呢啲，即系你啲咩教位奖印呢啲，真系太废啦！我想讲，又系呢、這个，哇系！我睇呢一 pad 都系打水漂噶啦，真系乜差都冇啊！睇个样，咁啊再买10个。咁8000、8000咁买呢，其实即系10几皮元保都好快收档啦。其实，哇，最奇怪就系佢个保底竟然唔系开呢个箱友，就系个充值重置，为什么不给我陈琳？佢话呢啲都系托啊，呢啲，但系我想讲系真金白银喺度买紧啊，已经是圈线游戏、圈钱游戏，咁又不嬲都系嘅啦，呢、這个就。好啦，直接开到机率有几高啊？想睇下，都冇料到，好白痴喎！咁样即系而家3个杀真系变咗货金游戏。以前即系以前一个账系讲紧100蚊港纸有交易嘅啦嘛，一千即系以前10000元保可以买到账，而家就唔系。即系因为见到手机好好赚啊，咁佢就用呢个抽蛋，即系抽蛋嘅模式咁样去。去买账啦，咁样类似诸葛瞻500还没到杀，诸葛瞻咩垃圾嚟？问题都唔系，诸葛瞻唔系，诸葛瞻我记错诸葛确，又开到元宝啦。最惨就系你自己个名咧，要喺公屏嗰度咧系咁 show 出嚟，即系你已经即系开垃圾已经惨啦，就要咁样羞耻，即系俾人哋咁样当众。知道你条友，你条傻仔喺度放紧金咁嘅，咁嘅感觉咯，真系。好啦，开唔到动态咁啊！佢你睇又见到我个名，我同嗰个咩今后再
再无新嚟，哇，好羞耻啊！我个 ID 系咁喺个公屏度出，即系话俾全个 server 人听，呢条傻仔喺度放紧金啊！冇再出我个名啊！因为你中咗，你系中咗嗰条友，你先出得唔得？系咪先？你一系中咗先出，你唔好真系唔好，真系唔好抽呢啲咁嘅垃圾，你都出我个名啦，彭当。其实都唔需要守住嘅，即系唔你唔需要守住自己放咗几多，总之你放到冇晒啊嘛，收档可以，即系风吹鸡蛋壳，公分200，喂，而家好多公分咯。我谂放完呢一即系放完呢一个嘢之后呢，我谂我可以升两三个应该，一又公分，即系应该又公分，哇！不过公分都一定好过开嗰啲垃圾箱先啦，即系嗰啲咩教卫长、教卫印嗰啲咯。哇，搞错啊！俾人哋开咗啊！顶，快啲吉士啊！快！俾人哋开咗啦，嗰条契弟啊，俾人抢咗啊，大佬，唉，冇啦，劲急，冇啊，冇我个名啊，顶，真系好嬲添，死啦！本来有嗰条傻仔陪我一齐喺公屏嗰度 show 出嚟，而家得翻我一个傻仔啦，而家变咗，哎呀，顶啊！要开到会突然间有大画面嘅，应该哇好嬲啊！同志们，500出的，哎呀呢条友啊，即刻喺哇500出的真系好串啊！顶你个肺啊！即刻喺公屏嗰度耀武扬威啊！顶你个肺！我都想好似佢咁，唉妈妈 B 啊！等先，我咪抽错嘢啊！冇抽错啊！即系我冇开错啊！又有条友陪我一齐抽嘅，系啊，嗰个咩吴宗宪啊，又有条友陪，哇，大佬又我唔可以俾人抢咗，大佬掉嗱声，妖你老味，大将军人，妖，玩完。嗰啲咩许攸宝箱嗰啲系点样攞啊？即系嗰啲咩？我啱啱见到有人有张绣宝箱，唔知点样攞啊？快出啦！唉，劲咁啊！而家冇时间睇，冇啊！你见到下低，你下见到下低公屏嗰个一口气十几买20啦。既然佢咁讲，哇！但我就系收档嗰啲，我得翻30000元宝。一次就咁，劲急耶！诶，啱啱见到有啲嘢飞过、闪过咁样，好似，但系冇料到啊，都系。其实我咪中咗啦，已经，我真系唔知。哇，20个瞬间冇晒，呢条片应该好快啊，可以。点解唔一次过拣最大呢？因为如果你中途中咗，你好尴尬啊，知道？即系要中间中咗咧，之后嗰几廿个点办？冇啊！屌，又话20个好易抽，充100就能把司马徽拿下。而家可以买最大嘅，我都先最大都系得22，已经玩完咯。顶，佢呢个冇保底喎，今次直系，睇下先有冇嘢到。哇，做乜头先？顶，玩完咯。真系疯哇！原来系黐乸线，真系成一 pair 系完全冇保底咯。你见到啊，就见到人哋中啊先唔抵。即系如果你大家一齐唔中，我条气都顺啲啊。但系而家即系人哋中你唔中，我感觉就真系不是太好啦，冇咯。唉，好奇怪喎！但系呢啲咁嘅红烛系点样换啊？你唔好同我讲之后再有红烛啊！哇，如果呢个时候见到有人中，我真系会发癫哦。冇啦，咁就系即系白痴咯，你咁样点啫？即系不中的可能是太飞，哇，好串喎！呢把系咪咁多人中啊？
即系咪真系咁多人中啊？哎咁啊算啦，咁冇计，咁条片嚟到呢度啦 ，four pack 唔货咯，因为佢冇咗嗰个双倍咧，再货就唔，即系再货系完全唔着数嘅。我而家啲公分，我而家啲咩？哇，10000几咯，劲哦！咁我其实可以再升嘅，但系因为冇嘢升啊，因为即系你有一时三刻咧，你又唔可以话系升到10个出嚟。睇下先，我而家必须要合成3个，得唔得咧？其实睇下先，又要合象人，合9个。都唔夠啦，因為如果你要我要我差四個枭雄金人，即係我而家係60个，如果冇記錯有60个，唔介啊，加埋呢6个咧都係得66，我照有啲未去到4阶啊，即係其實我都仍然係需要大將軍人，因為你要有4阶先可以去到5阶啊嘛，係咪先？你明我講乜㗎嘛？係咪先？咁啊冇咯，冇緣啦，係啊，真係冇緣分啦，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